哎呦妈呀，大片儿！Oh my God！ 金龟龟，俺摘龟娘。真背呀，我就在这埋了一颗雷就让你给踩着了。狙击手是吧？来，你狙个鸡我看看。是不是有点远了？那我站这儿，我站这儿呢，我站这儿吧。这下就不用你狙我了。你不是说就埋了一颗雷吗？是，我这颗雷谁埋的我都不知道了呀。我说你，对，我说你，对，我你，是我。怕死是吧？那就单忍着疼了。我你啊！不能再动了，不能再动了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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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有意思，踩脚，来个踩雷有意思。我别再动了，再动咱俩都得死。好，那你撒手，我数到三，咱俩一块松手。一、二、三，这个骗子！来人了！来人了，快起来了！来人，来人了！误会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战争结束了。开始建交了，你听我解释。没空，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去告诉我的妈妈。这回有空听我解释了吧？没有。背个石头来。是个招啊！看见了吗？嗯，去找两块石头来。好，那你替我把这个雷踩住。以后战场上再遇见，谁都不认识谁。
不对呀、啊，我把雷压这儿了，你一枪不就打死我了吗？就你这脾气，你也不可能等到再上战场啊！请你不要质疑一个军人的信誉。那你更不能侮辱一个士兵的智商。你到底放不放？放。放。我也不能放你这儿啊。那你也不能放我腰上。以晨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，别开枪。我是战地记者，让雷炸。叫什么？让雷炸。你那名儿起的挺衰呀、啊！你怎么能叫让雷炸呢？你应该起个叫让雷挪，让雷挪一挪。让雷挪，让雷挪。你们不用管我，你们继续，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见。全世界都能看见。嗯。来，小炸呀，来录我。来啊。你好，全世界。这位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狙击手，就在刚才被一位手无寸铁、英姿飒爽的更优秀的民兵给俘虏了。不是，不是，面对媒体 你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啊？能不能真实点？谁被你俘虏了？没被我俘虏是吧？那行，你走吧。你走吧，你自由了。You are，你自由了。我自由了，我走不走，我自己说了算呗。我还给我较劲是吗？怎么的？打架呀？干啥呀 ？Come on， come on baby。哇！那个，他即使这么对待了我，我也不会杀了他。我要让他养得白白胖胖的啊！渴了吧？啊！我给你摘个果子吃。啊！我给你摘大的吧。这颗又是谁放的呀？跟谁打招呼来了？这是？还拍呢？过来救我！别，你先过来救我，你先过来救我，咱俩一块救他。不不不不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这也有点情况。嗯、啊，你也踩了颗雷，四颗。你也是，我们辛辛苦苦挖地雷，那是给你挖的呀？啊，你一下就给我们祸害四颗。咱们三个人七颗雷确实有点浪费了，反正咱们三个是活不了了。说点什么吧。还说什么说？说了有什么用？反正都得死。咱们三个是活不了，但是他有可能保存下来。对准我，对准我。I love you。 这接下来是要煽情了。妈妈，我想回家，我想回到家睡个安稳觉。在这儿我一闭眼，满脑子全是狰狞的脸。说谁脸狰狞呢？啊，你闭嘴。我们的脸本来挺舒展的，是你们来了之后才狰狞的。你给我闭嘴！开枪，开枪打死我，让你妈看看最狰狞的脸是什么样。不能开枪，雷会炸的。让他开，让他妈看看
这上面有多少张狰狞的脸，都是因为他回不去家。开枪！开枪！他们这些服装和道具好好麻烦啊，感觉好精致。狗后，狗后，怒后。徒儿，师父，听好了，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，明天就要行刑，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。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，想要圈踢你，为师就教你一招。哼，看好了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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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怎么样，师父，这能行吗？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这一圈下来，我看谁还好意思踢我。师父，这我来不了。既然你这么放不下面子，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，一旦万一任务失败，打开它，大声地念出咒语。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，他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，重新来过。去吧。是。人生自古。此留取丹心照汗青。他这是纯按话剧那么弄的。艾大人，明天就要上刑场了，来吃碗长寿面吧。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？来头蒜。我给你脸了，我给你脸了，我给你脸了，是不是？我给你个火烧，你还管我要头驴呗？哎，是不是？要蒜怎么想的？艾大人，你是何人？我是谁不重要。你有算吗？没有，来得匆忙。我是奉师父之命前来救你的。你师父是何人？我师父是您的生死之交，人送绰号积水潭潭主圈儿贵。艾大人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壮士且慢，你们终于来救我了，待我收拾收拾。艾大人，没这必要，我们是逃狱，不是搬家呀。哦，也在理，那我稍微打扮打扮。艾大人，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。本人一生为官清廉，受百姓爱戴，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。艾大人多虑了，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。哦，这你倒提醒我了。百姓们，我听说艾大人就要出狱了，你
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！多谢壮士相救，带路。走走走走，喊什么喊？喂，什么人？这是干什么？哎、呀，走啊！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？我当班还敢劫狱？嗯，大胆死囚，我今天就送你上路。嗯嗯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哎，大人，你是何人？没这么干的吧？那我就先解决了你。慢着，慢着。我真服你了，能不能让我把这句唱完整啊？你唱，我，你的，我砍，我的。我真的好想你。大胆，竟敢调戏我，拿命来！你我还会回来救你的。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。人生闭嘴。哎，大人，明天就要上刑场了，来吃碗长寿面吧。哼，不饿。不饿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？饿的时候可没有了。怎么想的？哎哎，你是何？闭嘴，这是你的蒜，现在不许打开，出去再吃啊！赶紧走。不是，那壮士，我走，我得先收拾收拾。我要他干嘛啊？喂草，那这草要他干嘛？不是，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。就不用打扮了，谁看你啊？赶紧走。那老百姓还在。没人，一个人都没有啊！赶走。不是，那壮，这壮士，我求你了，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？就一句啊？就一句。敢多说一句，我就。就一句，来人呐！有人要杀我！这玩意儿气人呐！这玩意儿，有人要喊什么喊呢？啊！这儿呢？什么人？你给我等着啊！你给我等着！啊！别以为我不砍你，我就打不过你啊！哎呦，抄家伙呀！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？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，来吧！我砍他，别留活口！我叫你不让我说话，我不光说话，我还念诗呢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脚。嗯，脚，脚，来，你们等着，你给我等着，站哪去？你给我等着，站住！给我站住！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。哎，大人，明天就要上刑场了，来吃碗蒜吧。你说什么？不让你说话，说话什么？还念诗？还人生自古谁不死？我告诉你，谁不死你都得死。打死你！这位壮士，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，没有这个必要吧？我等不了明天了，我俩之间的仇恨，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。哎，救我！救！哎，膝盖，这是膝盖，是吧？你打死！你放手！临死之前，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啊！我打死你！放手！好，等我下回回来，我连你一起收拾。嗯。完了，把你打坏了！你干什么呢？我杀！动手！
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？先生，不是我不给您热，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。哪怕你点一个菜呢，我都保证它是热的。行，那你给我来个拍黄瓜。先生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这儿最划算的就是海鲜自助，888一位。腾腾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吃，我不饿。说这干啥呀？我花不起那钱呢，出来玩来了是吧？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。你俩要都不饿，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，游饿了再回来呗。问啥意思？这就开始轰人了？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？我是害怕浪费了。不是那个服务员，来来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。来，刷卡，没密码，谢谢。大气，您稍等，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。给我打包。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。腾腾，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，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，我们俩是纯闺蜜。你俩纯吗？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。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？就这次还好，没带着他。阿丽，阿丽，来玩啊！我跟你说，你我知道你口味重，那大海可咸了。走，咱俩挖海螺去。哎，糖糖，那堆是我衣服，给我看着点啊。糖糖，糖糖，怎么了？糖糖，你心脏病犯了？糖糖，没睡睡。是，这也没有。拿来来，拿海鲜汤往下顺。来来。哎呀，腾腾啊，别生气啊。他怎么又来了？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。你说一个人也没有女朋友，也没有男朋友的。爹妈也没有啊？咋这么说话呢？他爹妈不也烦他吗？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，我们俩一块跟你解释解释，这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，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。这你说的啊？嗯，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上周三我下班早了，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。什么光影啊？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。解释吧，什么意思？你都看见了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那天吧，阿伦上咱家玩，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，然后呢他就又伸手去捞，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。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？行，你接着往下说。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，正好你回来了，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。那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？不是，他不这不要掉下去了吗？我得拉他呀，我一薅我把浴巾薅下来了，他就掉下去了。阿丽，你看我浴巾没？你咋那么会卡点儿呢？阿伦，来来来来，啊，来的正好，快快快快快过来。怎么了？来，正好有事要问你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说啊，你来之前呢，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，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，还是你怎么这样呢？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？直到糖糖死那天也不能说吗？说吧，你就当我已经死了。说吧，我都说了。没什么事儿，那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，然后呢说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，然后就全藏起来，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。阿丽你吃。不是这事儿啊？啊，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？是
瞎说什么呢？我都不知道这事儿。阿绿啊，啊，说实话，还说俺家谁了？你二姨。你这叫阿伦，你干什么玩意儿？你该说的说，你不该说的也说，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给我站那儿！你这怎么啊？你个老娘们，你嘴没个把门的你！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。你给我站站那儿！等等。没事吧？啊！等，来，别碰我，先坐下。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，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。没事啊，我不已经交代了吗？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？啊，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，然后手机掉里边，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？那你凭啥洗澡？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，我就接了，我说喂。对，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，我说我完我就洗了个澡嘛。行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？啊，那你说，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，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子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啊，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。胡说！我1.87米大傻个，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？那是把我裤衩子吹去了，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。真的，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只有祝福你们了。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，你们俩结婚的时候，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。阿丽，啊，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，我先帮你把它们全烧了，我把它们全烧了。糖糖，别哭了，别哭，别哭了。站起来，我跟阿伦。我们俩认识15年了，从中学到现在，你想一想，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，还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可不是吗？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，就冲我这聪明劲儿。给我闭嘴！沈腾，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，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她就是我闺蜜。她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，而你是我生命的全部。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，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。你还想抱他吗？啊！哎，没完了，你太过分了！糖糖，糖糖，你没完呢！哎呀，大哥呀，拐卖孩子这活我真不想干了。现在这孩子也太聪明了。我这一个礼拜我一个�孩子没拐着不说，我都搭进去5辆电动小汽车了，不也没全搭进去，5个遥控器还在我手里呢。他是演一个老太太还是他演一个拐卖小孩的老太太？1、2、1、1、2、1、1、2、1、1、2、1、3。出来了，你俩今天不做值日吗？啊，都怪我俩长得太明显了。你走吧。哎呀，这马路上车水马龙的，也没个人扶奶奶过马路。哎呀，奶奶，我扶你。哎呀，好孩子，好孩子，你叫什么呀？回头
奶奶给你写封表扬信。哎，奶奶，做好事不留名，您就叫我红领巾吧。哎，奶奶，你要带红领巾去哪儿啊？哎，啊，哎，快点儿！都怨你打扫值日的时候做的不彻底。那能怪我吗？老师那个字写那么高，那我也够不着啊，咱俩。你看咱俩都怎么够呢？够不着。哎，也是。这俩孩子吃啥长大的呀？哎呀，这车水马龙的呀，都等爸爸，也没人扶奶奶过马路啊！哎呀，那奶奶，我们扶你。哎呀，好好好好，哎呀，真是好孩子，你们叫什么呀？回头啊，奶奶给你们写表扬信。我就不信，我信了。奶奶，你干啥呢？哎呀，奶奶稀罕稀罕你们俩，抱抱你们俩。你们喜不喜欢奶奶呀？喜欢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！哎，放奶奶下来，行了行了，走光了。哎呀哎呀哎呀！这俩孩子太虎了。哎呀，不能硬来呀、啊，我得智取啊。哎呀，呀，奶奶的腰都被你们给闪到了。哎呀。哎呀，还不赶紧扶奶奶过马路，送奶奶回家。行不行？奶奶，我们要是扶你回家的话，一会儿我们爸爸来了看不到我们，该着急呢。看来我不得不告诉你们了，你们俩的爸爸呀，在来接你们的路上被车给撞了啊，让奶奶过来接你们去医院看他们。哎呀，别哭了，不可能，我爸爸在学校里面开会呢，他是这个学校的体育老师。对。哎呀，你刚才溜号了，我是在说你爸爸被车给撞了。可我俩是双胞胎，不像吗？像，就这腿像。哎呀，其实刚才奶奶呀是在考验你们俩呢。啊，说了这么半天，口渴了吧？奶奶给你们俩把冰激凌吃。不行，老师说了，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能吃。你怎么除了学习什么都听老师的呀？哎呀，奶奶是真稀罕你呀。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？你咋这么招人稀罕呀？奶奶疼。奶奶是真疼你呀、啊。哎呀，这小胖子说的对，别人给他吃的不能吃，可奶奶刚才的意思呀，是想让你们喝口水。我还真渴了。不行啊，老师还说了，陌生人给的水也不能喝。你们老师咋那么碎叨呢？不喝拿来吧。也是，这俩孩子被毒晕了，就这个体型我也抱不动了，我就找个搬家公司过来，人家都不愿意接这活。哎呀，那你老师还说什么不能干了？我们老师说那些事儿你都干完了。那你们老师没说不能玩遥控小汽车吧？没有。哎呀，你们俩算是赶上好时候了，奶奶这儿啊就剩一辆小汽车了啊，这辆小汽车啊可能撒欢了，配六个遥控器呢。我玩我玩。哎呀，不行，老师说你少给我来这出啊，刚才你可说好了，你老师没反对玩这个。我是说我们老师说好东西得分享。你们老师总算说句人话。你给我玩，我先玩，玩完你再玩。哎呀，多好玩！哎呀，慢点慢点！你会不会开、啊？我可真是一辆车了啊！不对呀、啊，你看这老太太怎么跑那么快？她怎么比车还撒欢呢？哎呀，这老奶奶不会是假的吧？她是骗人的！快跑！快跑！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说说！哎呀，行行行行行。
不是，你俩要去哪儿啊？奶奶，我们在这儿边做作业边等爸爸。哎呀，那也行，那就这样好不好？奶奶呀，帮你们做作业，做完作业呢，你们就出来跟奶奶一起玩。行，小胖，快去找爸爸，让爸爸报警。我在这儿用知识牵制住他。那你，奶奶，有这么一道题，如果一个人贩子以每秒3米的速度在跑，一个警察以每秒5米的速度在追，如果100米之内，警察什么时候能追上人贩子？我就想问一下啊，这是学校出的题呢，还是你自己现编的呢？题库的。奶奶回答这道题多少有点尴尬，换一道题。行，那问，如果人贩子的孩子被另一个人贩子拐卖了，这算不算报应？这算不算报应？这哥哥还没演完呢，接词儿。翻转。你说咱们还能活着找到咱孩子吗？我的孩子是2岁的时候被拐走的，现在已经9岁了。可是我只有他2岁时候的照片。咱们满世界贴这张照片还有用吗？哥，别说了，哥。中国661个城市，1636个县，就算我们平均一个星期走完一个地方，提完这些寻人启事，一共需要多少年？哥，别说了，哥。42年。我们还能活到那个时候吗？哥，你是我们这里最坚强的，你要是挺不住了，那你让我们怎么办啊？哥，别哭了，咱还是把这个防拐的小品给演完吧，咱们演完了还得接着去找呢。陌生人给零食，不伸手，不贪吃。陌生人来搭茬，不说话，转身走。陌生人没礼貌，不要哭，怕他的。陌生人。吴老师，谢谢您给我们这次机会，能够在你们的学校来做这个防拐宣传。我们得走了，我们不会放弃，我们一定会继续找下去的。走吧，哥，我们还得去下一个地方。走。Thank you.
持住啊，坚持住！快！现在病人急需大量 A 型血，有没有 A 型血？谁是 A 型血？好，好，来，太好了！来，帮我接一瓶。病人的生命就全靠你了。乐什么接呀？快快快快，你接好了给我啊，给我送过来。血压15，脉搏31。快电击。别睡，别睡，醒醒，醒醒！想想，想想，想想，想想想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？都是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钱呢？不要放弃啊！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！通知家属吧。他每一次都很特别，每一次都很特别。刚才那盆儿在谁那儿呢？见死不救是吧？我现在已经死了，内疚不？血不献不说，还落个盆儿，拿着吧，留做个纪念。说不定哪天晚上我一高兴就上你家找你去了。酒盆儿。你俩是干啥的？我是天使。天使？你是天使，你怎么没有翅膀呢？咋没有呢？那你就是恶魔。先生，鉴于您是第一次死，没什么经验，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死后须知。我们首先呢要做一个问卷调查，如果您是好人，您就跟我走上天堂，如果您是坏人的话，您就跟我下去。行，走吧。不好意思啊哥们儿，让你白来一趟。好，上哪儿去？嗯，我还没问呢。问吧。您叫沈腾。对。今年30岁。对。未婚。对。您是个小偷。我不是小偷，我只是他人财物的搬运工。不用问了，跟我走吧。我跟你说，我是个小偷不假，但是你真的是应该去走访一下我身边的人民群众，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我的。你可以问问我爸，我是个大孝子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爸，无论平时我业务有多忙，我每周至少抽出一天的时间来陪他。儿子啊，你每次回来陪我，在院里一坐就是一下午，我紧紧地盯着你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可我就纳了闷了，我保险柜里的养老金怎么就没了呢？你到底是怎么偷走的呢？不说了，活着没能当个好人，死了做个好鬼吧。走吧，别跟这儿杵着了，还没看明白吗？这是我的菜。我有急事先走了啊。这么别太武断好吧，这么评价一个人有些片面。大哥，我们下边现在正是群龙无首，就缺一个像你这样的大恶。恭喜恭喜恭喜，你找到一个好大哥。我有急事先走了啊。不是，我就不信了，还真没一个人就来谢我了。好心人，谢谢呀、啊！
来的正是时候。感谢呀。行，这就别整那么无用功了，那都那样了还能感冒是咋的？谢谢你啊，你可能不认识我，但没关系，我这回来是专程感谢你的。我家被你偷的第二天，反贪局就找上门来了，他们是这顿搜啊，是啥也没搜着啊，全被你清空了。小兄弟啊，后会有期。这典型也是我的菜啊，我偷到人明儿就把他给收了。你帮了一个不该帮的人，你这是罪上加罪。我真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好不好？哎，等会儿，属于我，我跟你一块走。不，你干啥去？好歹你得带我走啊。带不了，我们下边也是有底线的。大哥，我们素不相识，可你却救了我们全家的命，你是我们一家子的救命恩人，谢谢你。这俩人怎么看怎么像你花钱雇来的呀？这俩人是谁呀？想起来了，我说怎么没认出来呢？我救他们俩的时候，他们俩脸被烤黑了。什么情况？就是刚才的事儿。我本来打算去他们家偷东西，正好赶上他家着火了。然后你就把人救出来了？然后我就把他家之前的东西都搬出来了。后来我想了想，顺便把人也搬出来吧。之后这姑娘就跟我说她爸还在里面，我就又进去了，一把她爸给推出来了，我就没出来。那你偷完东西为什么不走？我走了他们不就被烧死了吗？可是你把命都搭进去了，值吗？这可能是我这一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儿，从你们俩那儿偷回了三条人命。行了，好歹有波人真心感谢我，这辈子我也值了。我走了。天使大哥，下辈子在你那儿给我留个好位置。在银河系的一场浩劫中，地球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超能英雄纷纷阵亡，他们用宝贵的生命换来了地球的平静。仅存的四位超能战士，金刚狼、绿巨人、钢铁侠、超人已被人类渐渐遗忘，他们聚集在一起，努力地维护着他们的尊严。谁呀？钢铁侠。哎呀，帅呀！行了，就这儿，卸货。钢铁侠，你往那边挪挪。绿巨人，拦下来。我就问问你啊，你让我往那头挪一挪的意义在哪儿？我不怕砸不着你吗？主要是我怕货掉地上摔碎了。那你告诉我，这里面装的是什么？面粉。面粉怕碎是吧？它还有碎下去的空间是吧？哥，平常心，平常心，遇事别生气。真生气你也打不过我。
谁说要跟你打架了？干活。干啥呢？愁眉苦脸的。你们昨天谁把我裤衩扔洗衣机里给洗了？你看这洗的都泄了，都洗飞鞭子了。那多少年了也不知道换一条，该换换换吧。你这么飞不兜风吗？原来是兜风啊！我说这两年飞的时候，后面一直有人拽我呢。该干活干活，你把东西搬后面去。超人，该干啥干啥啊！啊，金刚狼，你干啥去了？钢铁侠，你下回开车能不能数数人？总共就四个人，你还丢一个？这30多公里山路啊！我是边喊边追呀、啊！行行行行，赶紧干活干活，喝口水干活啊！气死我了！我干什么？当哥的说你两句，你还真往心里去啊？啊？我这不是削削土豆，准备点土豆条吗？咱们这是第一次在旅游景点，一会儿旅游团来了。就凭我们四个人的人气，一会儿现场肯定失控啊！嗯，但是他们乱，咱们自己不能乱。照完相了，千万别忘了收钱啊！好嘞。哎，来来来，看看，跟上跟上啊！到了，看看看看看。5块钱一张合影。这四位就是当年的超级大英雄，大家赶紧拍照，抓紧时间啊！机会难得，拍完照赶紧发朋友圈，发完朋友圈点赞都给你点爆他。不是。哥们儿，你怎么给我领这儿来了？你再说你这不骗人吗？这四个都过气儿了，你这还光我要钱？来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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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，5块钱一张合影，再送一杯咖啡，再免费带你飞一圈。免费合影，免费送咖啡，免费他还被你飞一圈。谁飞呀？你呀、啊。走走走。等等，我给你5美金，跟我照张相片，无限畅饮，无限飞。不行，5美金一分不能少，合完影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走，钢铁侠叔叔，我想跟您合张影。懂事。儿子过来，别靠近他们。我想和英雄合张影。他们不是英雄，他们是怪物，过了气的怪物。不，他是英雄，是他们把坏人打跑的。你想想孩子啊，他们能把坏人打跑了，那他们得多坏。这是啥理论？仇人，把裤衩脱下来塞在嘴里。哥，我就这一条了。那他们要不在地球上，坏人都不会来。金刚狼，是。不是，啥意思啊？要打我们啊？来来来来来，你打，没事的，没有。打我明天你就上头条。来，回头哥几个给我。作孽呀、啊！哇！下回生气，楚地。小摊儿。一条紧急新闻，外星不明生物正在攻打地球，现在让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。我正在遭受袭击的现场，外星生物已经离我越来越近了，我现在正在枪林弹雨之中，你们听见了吗？就可我一人打呀。曾经拯救地球的英雄们，你们在哪里？人类现在需要你们。看见了吗？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是救世主；不需要了，我们就是猪。钢铁侠，生气归生气，但是外星人来了，咱们该干还得干呢。你干嘛去？
你去。超人，不是我去不了。你们怎么去不了？你我都飞不了了。你还这记着我以前胸前写的啥不 ？S， 现在都变成XXL 了。S 号穿不进去了，看到没有？歇歇了，我累了。你瞅我干嘛？我又飞不了。再说了，我这自带管制刀具，这地铁安检我也过不去啊。难道你就想削一辈子土豆吗？我们要是不去，我们就真变成他们口中的怪物了。呀，哎呀，啊！没土豆了，我得买土豆去。你，哎呀，我也看看去啊。不是，那你们这，不是哥，那菜市场太远了，他坐不了地铁，我背他去。有悬念啊！钢铁侠，外面这么乱，不回家呀？我妈妈被坏人抓走了。能记住抓妈妈的坏人长什么样吗？记得。一定要找到他，帮我谢谢他。回来，把兜里的5块钱给我。干嘛？跟我合张影，之后让我干什么都行。上车。谢谢大家用这么热情的方式来欢迎我们两个外地人。我和我的表弟来自新奥尔良，我叫鸡翅。我叫鸡腿。来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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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，谢谢。哎呦，5年前的今天，刮着9级大风，我们站在悬崖上。我一枪打死了当时最快的快枪手 Tom Cruise。 哎呦，汤姆是你打死的吗？他是站在悬崖边上让大风刮下去的。那是不是跟我决斗的时候被风刮下去的？9级大风，还披个斗篷，还顶风站着，不刮他刮谁？这个帽子就是他的，看见上面这毛没有？毛越长代表这个枪手越厉害。不，哥，要你把这帽子送我吧。哎哎哎哎，这帽子真不适合你，嫌你脸大。不，哥，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脸大那是显的吗？那本来就大。这顶帽子象征着一个枪手的荣誉，这是哥用生命换来的。哎呀，还生命换来的，不大风刮来的吗？哥们儿啊，两件事儿。第一，你是我见过的能活着的毛最长的人。
第二，你快死了。我们这有个独眼龙，是谁的帽子上的毛长，他就找谁决斗。跟他决斗过的人，没有一个是活着的，知道吗？因此，他成为了我们这个镇赏金最高的通缉犯。就你吹牛这劲儿啊，我看你啊，赶紧把枪扔了吧，回家吧。我跟你说，那是他走了狗屎运，没碰到我。还独眼龙，碰到我，我给他打成对眼龙。我真是想着。哟，长毛，砰！生日快乐！但是你记住，不管谁问你，你都不能说是我给你的，一定要说是你自己通过比赛赢得的。好好。哎呀，这柠檬水劲儿挺大呀！你说，哎呀，哎。你就是这儿最有名的枪手是吧？把手拿开，没看见我头上这根长毛吗？啊，还跟我这拍拍打打的，你是不是想死长死长的你这毛？你这是无轨电车呀！少废话了，决斗吧！嗯，哥，有人找你。谁呀？你告诉他改天再说吧，困了。哎呀，他困了。你过来，像个男人一样跟我决斗吧。哦，决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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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听好了，规则是这样的：谁能把对方嘴里叼的球打掉，算谁赢。来吧。漂亮啊！我靠，太准了！哥，你没事，活着呢。哼！台球呢？不是，我本来就是个长枪手。那这局不算，再比下去。你把那破杆子给我扔了。本轮规则：两人背靠背各自向前走，第五步之后，转身开枪。加油，哥！开始。一、二，呀呀呀！你数完二，怎么突然就提速了呢？这脚底下绊了一下，鞋不跟脚。你鞋不跟脚，手也不跟枪啊！你绊一脚，你倒是喊停啊！对不起，大哥。来大哥，来坐，这轮算我对不起你啊，回头我给你揉揉。来，咱再比下轮，咱比一个就坐着就能比的。规则如下：枪中的六颗子弹我已经取出了五颗，只剩下一颗，轮流开枪，谁死谁倒霉。行。开了五枪，该你了，死定了，拿起来。
你少勾了一枪。再说这枪也不是我开的呀。废物。早就听说有两个赏金猎人一直在找我，想挣我这份钱。我特意找了个小弟装成我来试试你。看来我是多此一举了。就你俩这样的赏金猎人，他能挣着钱吗？怎么就挣不着钱呢？别吹了。你干什么？你不是要拿枪吗？我这哪有枪？我想投降。不好意思，误会了哈，误会。有一件事情我不太明白，你俩进来之后为什么要一直装傻？我俩不装，能钓到你这真独眼龙这条大鱼吗？妹妹，你想多了，只要他们不瞎，你就是安全的。怎么的？不给面子啊？就是啊。哎，想走啊？你们想怎么样？像你们这种人我见多了，你们到底想对我做什么？等一下，你瞎吗？你们不懂，在酒吧找女孩千万不能找化妆浓的，至少这个占个真实。Come on, baby！ 干什么？救命！谁呀？锁车。Who play 那个 girl？ 救我！妹妹 ，Who 都可以 play 那个 girl。你说 play 就 play， 你说不 play 就不 play， 到底 play 不 play？ play。往死里扑雷！救命啊！刚才是不是你开的枪？给我帽子都打飞了，头发也是我打飞的。送你了。
有什么吃的？主食？我们这儿没有主食，我们这儿只有酒和饮料。那就给我来20杯珍珠奶茶，全放珍珠。不，你就不怕变成嘎了？你也管我呢，变成嘎了嘎了哈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老大让你喝了它。骑马不喝酒，喝酒不骑马，这是最起码的。把马打死了。这代价也太大了吧，帮我找个代驾不就完了吗？喝了它，先干为敬了。我给你擦擦，我看看我大哥说的是不是真的。来来来，我就正视你。这些通缉犯
都被我打死了。你去警局领赏金吧，就当是对你这个小酒吧的赔偿。等等，我问一下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难道说你也瞎吗？自信点，其实你长得挺漂亮的。我是赏金猎人，我就是来收拾他们的，救你就是顺带脚的事儿。等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叫我西部郝建吧。爸，爸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赶紧给我回去啊！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，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！我不回去，我报名费都交了，你为啥不让我考？因为我是你爸，我了解你，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！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？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？来钱快。好掌握，啥也不用干，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。你这是偷机取巧啊，好高骛远。你别以为啊，就跟你说吧啊，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，就是你这个想法，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，就以为能当演员了。这毕业30多年了，还在那看大门呢。我告诉你啊，媳妇儿孩子全跑了，一部戏没接着，你说惨不惨？真是，哎，哟，今儿起那么早啊，王大爷啊，老师好，啊、长得还行。对不起，老师，来晚了。行了，啊，开始吧。好的，宝贝们不墨迹啊，来。那个，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。别嘚瑟啊，不好使，知道不？来，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。天色黑着，哼喳喳喳喳，哼喳喳喳喳，刷洗洗，刷刷刷刷洗洗，呼下下下下下，呼下下。哎，这多好！下下下下，宝贝儿叫什么？啊，何子君，来自武汉。好的，转下去，哼喳，呼下下下下，呼下下下下，哎哎。老师好，我叫金春花，来自黑龙江。好的，开始。老师，我喘不来气了。下去喘，下去喘。来，下一位。各位老师好，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，我是傣族的。好，开始。什么意思？我的舞蹈名字叫做泼水节。回家泼水去。我们那边的习俗是，把水泼给别人的话，这个人就是好运的。哎呀，来下一位来。哼，各位老师好，自编舞蹈小段儿，我的爸爸发烧了。开始。
你爸不发烧了吗？你要再在门口磨叽，你爸就烧着了。这块两个大跳啊，老师，气氛剂。来来来，就接个盆儿。停停停！转，停！你爸是烧着了吗？下去，沈主任。这孩子挺好，哎，没准他爸真的死了。滚一边去！来啊，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，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。好，准备。停！那个把腿留外边那个那同学谁啊？我啊，老师。来，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？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，把我上身炸飞了，就在腿留台上了。我回去。什么玩意？下一项。各位同学，声乐考试现在开始。蓝蓝的天空，青青的乌龟，耶耶！哎，好，停！那个，这位学员，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，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，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。好，可以了。老师，我准备了一首内蒙古黑豹。好。猛嘿，我这猛哈，我这猛嘿猛嘿哈，我这猛嘿猛嘿嘿。今年大大大哇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猛嘿猛嘿嘿，我这猛嘿猛嘿哈。哎呀呀，嘿呀，嘿嘿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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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呀。停！同学，保重啊。剧选段有一个节日。行，那个啊，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。行了，下去吧，同学。哎，对，还有你啊，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。完了，白准备了。那老师，我音域宽，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哟。好，可以了啊！没，老师，小秀一下啊！我还有正经的，我能用循环式呼吸法唱歌，是吗？来吧，锦绣河山美如画，我是个迅速跨骏马，我当的是工人多荣耀，不上山驴会走天涯。哎，非常好，是不是？滚一边去！好啊，最后一项，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，文艺类的。老师，我喜欢文学啊，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。哦，那你记不记得《水浒》里面108将第61位是谁啊？青眼虎李云。很好，厉害。老师，我也经常看书。你都看什么书啊？爱看小说。
什么小说？那小子真帅。还有呢？那小子真拽。那小子，你给我出去。这书我没看过。我让你出去，滚滚，你给我出去，出去。主任，主任，这是干什么？这是考生。你等回家的。他是我儿子。什么？败家玩意儿！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？滚一边去！特别像你年轻的时候，真的。下去吧，啊。哎，这真像啊！
今天是2020年6月19日，人类被病毒感染的第981天。全镇所有的感染者见人就咬。我作为幸存者，待在这间仓库里已经整整940天了。感谢那些支持我生命的汉堡，感谢商人在汉堡里添加海量的防腐剂，使他们在940天里依然保持着色香味俱全。但是所有的汉堡在5天前我都已经吃完了。我今天必须出去找食物，一旦我跨出这个门，无论是谁阻挡我，我都会跟他拼命的。你们别管了，你们不想让他死，就给我吃的。哎，不是，你干什么？别，这饺子没事给我捞个韭菜盒子也行啊。这边，我知道。宠物鸡去哪儿啊？最近上班老迟到，想把它带回去打打鸣儿。我这是只母鸡。哎呀，我没好意思跟你说，其实我家里养了个猴，最近不听话，我想当他面把它给杀了。就是杀鸡给猴看呗，那我这鸡死得多窝囊啊！你猴不听话，你能不能给你猴脑袋上戴个金箍咒？马丽，沈腾，沈腾，马丽，你没被感染吗？放开！我不，咱俩已经分手了。确切的说，是你劈了腿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搁这？算了，你呀，就是人类的悲哀。把鸡还给我！把鸡还给我！我宁可给感染者，也不给你。
来找鸡的吧。嗯。该。哎，你别。啊！别亏待他。嗷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当年我没有劈腿，是咱俩分手以后我才再找的。那分的也有点快啊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改我的高考志愿？一二三志愿都改成了蓝翔技校。你知道吗？最终我以670分的优异成绩考进了蓝翔技校。开学当天，全校师生夹道欢迎啊。你知不知道我最痛苦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选专业呀，汽修、挖掘机、美容美发、水电焊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你告诉我，你当年为什么改我的高？我问你话，你约什么约？回答我，你为什么改我的高考志愿？不是，别装什么感染者了，现在就我们两个人，你回答我，你啊，这个是我抓着的食物，我吃。干什么？必须得装感染者咬你。不是，这哪不行？太疼了！都什么时候了，嘴还那么碎叨？我也饿，给我留一口。你咋就那么不懂事儿呢？危险仍然在啊。嗯，你干什么？衣服好滑，我手也滑。你流血了？正常，三年了，搁谁也得流血呀。我是说你头流血了。啊，不应该呀，怎么走这儿来了？来，把这个用这个包上去。这条短了，我再帮你撕一条。来来来，我帮你。你想什么呢？你干什么呀？禽兽，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说得我心绞痛。谢谢你啊，刚才你救了我一命。别谢我，我那是大爱。你想，现在人类就剩我们两个了，人类的繁衍自然而然的就落在了我们的肩上。别弄了，你先把伤口弄好，要不然你流血了，他们闻着血腥味就都会找过来的。啊，找过来又怎么样？我的衣服也滑。怎么办？快跑！师娘，不行，要跑我们两个人一起跑。不行，他们是闻着我的血腥味过来的，
我要跑了，咱们俩就一个都跑不了，我牵制住他们，快跑！不是，当年我改你的高考志愿，我就是为了让你跟我上同一所大学。你骗人！那我们学校为什么没有见过你？因为我没考上。跑！本节目由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为欢乐喜剧人天能加油。巅峰对决的最后赢家究竟是谁呢？请看投票结果。这一次当你经历过去了之后，一个是你已经忘掉痛苦，再一个是它可供你回忆的地方。这种密度的创作，我相信真的不会再